好，大家晚上好。
谢送的礼物，谢谢。
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像今天晚上这种画面的话，整个画面上它这个深一亮啊，暗部和明部反差巨大啊，这个时候呢就把它两者给它拉开。这样可以了，这样也可以的了。形状稍微改动一下，刚才形没有勾好，大家可以画的时候不要急啊。我现在这个直播嘛，还有本来就心急啊，干事情就是有点急躁，可以慢慢画啊，这一块这种。怎么会学不到呢？学就是多练啊，多画。欢迎九十万。这时候调色板上的这些灰色调色这可以用上。带点绿绿的那种灰调。开始不要画亮啊，没事的，这样慢慢的啊，做亮色。这个环节就给它把基本的颜色给它做好就可以。最好把它看大一点，面积大一点，也就分层的话，那就这一块，这一块，然后这一块，那就黑白灰三层。
近处这边可以暖。倒是差不多。窗户。又画歪了，总是画歪，看不清楚，主要是。先把底稿卖掉，怎么这样子呢？等一下，没事的，都有录制啊，是全程都可以看。要不要再换一张啊？接着画，重新画。其实现在这一步的话，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像。和速写一样啊，有简单的那种，整个画面的大关系也都先做好。啊，颜色也是最大的颜色来给它统一。啊，基本色也它做好。基本色里面也是能力达到的话，就是稍微暖一点，然后这边冷一点，这种过渡嘛，然后亮一。深暗部，但是变化一下子不要太亮啊，不要走极端。往往我们在亮部里面可以玩极端，这种反差很大，但我们暗部里面还是给它平稳一点，做对比稍微细腻一点。其实暗部都是静静的那种感觉，然后亮部里面好像有声音的感觉，是吧？像我们这种平时感觉一样，黑天啊，晚上外边静静，白天外边很吵闹的那种感觉，闹的感觉一样的道理。再画一张，哇！我已经在这个录制，明天吧，明天我就一对一，好不好？我们几个真心愿意啊，这样学的朋友，面对这个，我肯定付出。这是临摹，不是临摹，这是算是临摹吧，照着图片画嘛，照着图啊，有参照物。当然不是写生，我也不是在地球上的半边缘啊，我就在国内，是吧？你那边晚上，我这边也是晚上。不能随便说大师，大师不是随便说的。啊，现在两个平台都有直播回放啊，不用担心。前半部分没看到的朋友可以等下播的时候，它形成回放可以看。其实这张画面你看着有点复杂，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它其实跟画绘画的时候那种花和然后那种杂七杂八的那种一样道理嘛，是吧？但它最重要的
就是这边亮，然后这边深啊，进出深，它就是一个这种变化。那就还有一个色彩上，它就是远处相对冷，然后近处就是暖啊，是这种对比。然后你想把这种光感强烈的话，那就肯定是要带点这种颜色啊，这种明度，一定要深啊，深的地方一定要很深，才有很亮啊。做成对比，就这几点把握好的话，这张画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啊，整体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我想这张画，我想画整个冷调子也可以，整个暖调子也是可以的，这是个人需求，每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画冷色调子，非常清爽的那种啊，紫色的那种感觉也是可以的。啊，不是用刮刀更出效果，刮刀就是好用嘛。现在这一块的话，基本颜色不是很复杂，我觉得。还有这些什么直线呀、啊，然后这些啊造型在里面，所以用刮刀的话很尖锐，在这边啊，给它弄出它的那种质感，然后那种厚度也可以上去。我从来不想着什么啊，我想画个刀画，然后什么啊用笔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想用的时候就用啊，不想用就不用。从来没有什么刀画，然后用笔画，没有这样分类。工具的话就需要去用啊，它绝对没有什么目的性而必须要什么啊，这个要用刀还怎么用笔啊，没有这样道理其实。大家是不是都那吃花生米都是用夹筷子？我就不夹筷子，盘上的花生米我用勺子吃，我觉得太累。就这样，一样道理嘛，他哪有道理是吧？也没有必须，这一夹筷子笨，那就用勺子，勺子没有的话，那就用手抓啊，就这样。刚好是同样的道理嘛，我也用勺，不一般，绝大部分都是用手抓，不管了。旁边有些人，嫌埋汰嫌恶心，他就不吃，那我吃的更多，是这样。再高一点啊，是吧？稍微再高一点好了。画这个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现在我刚才故意抹了一下，它就这个颜色。现在这边的颜色再做重复的话，那就有问题。所以不能一下子大胆的去上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它的物啊，它是它的物。那你说我们这个自然界里面看的时候。至少它是固有色来讲的话，树就是绿色，绿色反而是土黄色，那个土黄色再环境变化也不可能是树上的颜色重复吧，是吧？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考虑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直接改，那怎么改它就没什么其他道理，就不同的颜色来给它区分就好，而且
明度仪，然后这个摄像啊，这个注意，符合的前提下啊，其他任何颜色都可以代替，就这样。这是一个关系啊，这画面上的关系处理到位了，就管它什么颜色，什么什么样都不是重要的，一样都可以体现出它的感觉与这个环境，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有些时候不是很确定的颜色画的时候，就是叫虚画啊，虚画，自己没把握嘛，没把握的东西不要把它自己确定。确认，先磨几笔看一下啊，觉得可不可以，之后再去。直接一笔确定的话都是大师啊，很厉害啊。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怀疑自己啊，所以没有办法。画法可以迟钝，但这个做的内容对，那就是了啊，其他不是重要。我们为了画好而去做，又不是什么去赶速度什么什么。之前说过，又不是什么竞技比赛，是吧？有形状的时候，我们先把这边它的轮廓啊，这边直线一拉完了，就在旁边再去这样用刀子来去刷，因为很多时候都这样，直接画不出形啊，怕乱，那我们就是只能是给它画个圈圈，先画个圈圈再说，给它围起来，掐一下，在里面随便玩啊，随便铺都可以，不会跑啊。你这么一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法？这种除了材料上的技法之外，我觉得这种形式上的什么动作，然后这些习惯上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那种重要。很多人说啊，有这手法怎么怎么，其实手法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经验过来，面对不同的角度画面，它画多，然后自己形成一个，哦，原来这个时候是我之前是不好画啊，后来啊这样来是对的，然后已经形成自己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技巧。所以这是要通过自己的绘画过程中多年积累，然后去掌握是最好的。你不要盲目的去学人家表面上的东西，那也学不好，主要是。其实更是重要的就是这种通过直播看人家他人家画画，就是需要多看一些色彩的运用，一个画面的处理怎么去统一啊，这个怎么去组织关系啊，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人家用刀什么这些动作，其实都是表面上的东西，表面上的东西，学不到的。啊，同样的亮色，这边冷一点了，这边我就故意暖一点，这种感觉。其实图片它总比现场写生是简单很多，因为它很多图片摄影作品里面已经体现出它的那种美感，那种基本的颜色，就按照那种关系来，可以练习一下。也可以主观的去处理，
绘画里面有一样是这样子的，这个画亮部可以颜色可以厚啊，没事的。画暗部相对薄一点。这边是同样是一个亮色啊，同样是亮色，有色彩关系上明度上一样，但色彩关系上给它脱离了，分开。假设把这张你截图一下，把它变成一个黑白，黑白的时候那就感觉到两个一样白，但换着色彩的时候，感觉能分开的时候，这一瞬间这就色彩。谢谢，感谢送的礼物，谢谢。部里面有些这种变化，给它反差大一点没事。这边是光线比较强嘛，那就它的那种黑白关系、冷暖关系是一巨变啊，突变。声音有点小。声音不大，本来说话声音嗓音小，没办法。一天到晚画画也很无聊，所以我们尽可能在画面上玩啊，画面上找乐。一会儿用刀，一会儿用笔，然后这种形式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画面块的时候，这些能力达到的话，边画面块顺便带它的一个轮廓也是可以说上是线啊，这个面的边就是线嘛，是吧？那么体现出来的线条的感觉和然后这样勾出来的线条的感觉也是两码事情，这换来讲，所以这种线条结合也是两种结合。就是你玩的东西越多端，它画面会只能是越丰富。首先要丰富的话，那就玩多种各样的话，那肯定是要懂得要越多，是吧？
确实油画是我画的油画，很多绝大部分都是开始就是一个这种所谓的水彩的那种手法来去处理，速度快，瞬间可以把大局面给控制起来。其实同样的道理，其实那也是一个手法问题，但是手法并不是重要啊。那水彩也好，油画也好，不管素描也好，它最终还是重要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表面上，这东西自己把握好就好，其他我就不多说那一块啊。有些形状也是一笔呈现和然后多笔呈现，然后抹出来的扫出来的都不一样的感觉，自己喜欢什么样子那就心里自己明白嘛，那个时候那就自己去面对。我喜欢那个样子啊，做不来那就去练，就这样子，那至少形成一个目标了，目的了，是吧。那之前说的一样啊，至少自己懂得啊，自己缺少什么，我得要学什么，要懂得什么，这东西知道了那就好，不知道才可怕，是吧。知道了做不了那很正常，也不算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这个画法啊，这个笔头上的东西也是同样的，自己有把握可以非常坚决的去表现啊，没把握呢就一点一点的就这样。但先得有一个把握，没把握之前得要自己知道啊，就是，画面里面有些东西该坚决的地方非常坚决，然后该磨的地方去磨一下都可以的，那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也是一个节奏嘛，算是很多样都包括起来，它就画画它就有意思，第一有意思，第二那些因素它整个包含起来，它就是一个绘画里面的一个作者的一个基本语言啊。学画画多少米啊？学画画多少米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教画，我只画我自己的画，外边都不一样。学基础的话去任何地方都一样，我觉得
基本上都差不多。啊，至少所谓的美术老师的话，那基本是应该会讲吧。那基本课你上不了的话，那就这个学习班是白开了，那是很失败，是吧？这点我相信啊，差不到哪儿去。那我自己主要没有做教学这一块啊。其实之前说的一样的，你把它当个学习环境，就是学习环境。你想成为一个评论家，你天天过来评论金老师也可以的，直播间里面，是吧？这话怎么得评论一下，练习一下，拿我话来天天练习一下，去吹牛，也是可以。想买画不想学，另一边要想学画啊。可以，买画当然是可以的。现在画画的朋友们都是为了卖画啊，现在画家都是为了卖画而画画，90%以上。不卖画的画家反而就变成都不正常了。可以放开，无所谓。因为白色上的颜色是不好上，还好远处啊，本来就是稍微虚一点，刚刚好。有作品让我选。啊，肯定够你选，主页里面一大堆。就怕选不好，那很多没有了已经。主页里面有800张，800张应该够选吧。不是80张，对，风景只有800张。慢慢选。有些时候这样画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啊，颜色在重复啊，重复不是好现象。为什么？它就是一个距离上不一样，物体上不一样。就这些方面要注意一下。
所以很多时候绘画和习惯，都是这样子啊，不敢一下子直击，就是一点一点的调整一下，哪怕点一笔试一下啊，有没有什么大问题？熟练了之后无所谓啊，那说明有把握，那是好现象，一下子一笔搞定，那很厉害啊，是吧？千万不要急着一下子想变成那么厉害，是吧？因为我们画画其实画的就是一个整张画面啊，这是重要的。绝对不是画一个某个角落对，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在另外平台上，传了300多张的时候，他就看到，好像看了2、3个小时，连着看了我那些短视频，然后觉得很累，然后说，我还有一个平台，你到那边去看一下，有800张，然后就懵了，真的。在不在直播间？这位朋友。看得够多了，够累了，可能。跟我说，你的话我300多张一口气全部看完，花了将近3个来小时在那里。我看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的。绘画的时候就这样啊，然后一会儿局部，一会儿整体啊，这种形式，你基本颜色基本上处理之后，你可以在这里面，就在这个圈子里面再去玩，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把握不好，那还是把大体的东西给它先把握好。直播间里面不报价，可以，发个信息，好吧？我还是想把我的直播间给它最初的目标一样就是一个纯绿色，不想在直播间里面做生意。既然现在平台全都是做生意，只要拍视频的都是为了做生意而拍，但其实我也是为了做生意而直播而画画，一样的道理，但是至少不想在这边成交，就不想在这边说这些广告什么广告词。我小的时候看电视，广告多，很讨厌。
的颜色我也是一下子不敢确定，所以同样细心的去面对。颜色慢慢的给它调整出来，有些颜色通过手机屏幕有点太过啊，其实没有这么蓝。
这我不管啊，什么东西，等一下再说。是基本上啊，thank you.
是亮波，亮波给它整理一下。像楼已经整个画面上的它的基本的颜色也基本感觉已经基本上出来了、这个之后然后我们就围着重点啊，我只喜欢这一块，那就这边可以有些给它再去掉啊，后续给它做处理。抽根烟，这样看着啊，这上边啊有些，就这些暗部这一块，有些太抢这个视觉啊，抢视觉，那就怎么办？就这样子给它压一压啊。一种情况是跳有好几种情况啊，这个有些跳它就是笔触多也跳，明度上过于亮也跳啊，东西多也跳啊，就是这样子乱啊，这种时候那就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去给它调整，可以简化或者是啊明度上给它转暗一点，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处理方法，
接下来就有些过多的地方可以给它抹掉啊，都是可以的。这张的话就暂时就这个样子啊，明天我其实再给它完整化。